靠北啊，里面都是人。楼下那个盛况太恐怖了吧？门道是多饿啊？还是我们去吃铁板烧？还是我们走去越南小吃？哪有醋啊？哎、欸，彼此彼此，你最近在看华灯啊？你有被爆雷吗？谁爆的？讲出来。那你知道凶手是谁吗？知道。你敢讲吗？我帮你逼掉。闭嘴，你这个小鸡鸡。好，这是麦当劳，这是新出的地瓜薯条，尺寸只有一种。别人的食物啊，都是你先吃哦。你先看，不要变态。很厉害，麦当劳竟然出地瓜薯条。你也有点冰旋风啊？对啊，这是他们新的加倍量的冰旋风。哎、欸，明显饼干碎片超多的。那、啊、你吃什么？大麦克。哇，这么普通啊！哎、欸，你吃什么？凯撒辣脆鸡沙拉。你在减肥哦？没有。不然我吃沙拉。因为长老三。刚刚消毒，然后我想说退重就退重，爱情都没轮到你了，更何况是疫情。新的这个叫做烤汁猪排堡，然后点的是这个板烤鸡腿堡。先吃这个板烤鸡腿堡。你怎么还有一个套餐啊？哦，你没有薯条、啊，你换成鸡肉这样，哇，吃饱饱套餐。吃饱了，满分一百分，给麦当劳几分？80。地瓜薯条跟旧的薯条，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吃？地瓜。你觉得新的薯条跟地瓜薯条哪个比较好吃？旧的。旧的比较好吃、啊，因为其他间没有旧的薯条。哦。那新的就顶呱呱也有。啊，今天餐点一百分给几分？85。今天餐点一百分给几分？80。地瓜薯条跟马铃薯薯条，喜欢哪一个？地瓜薯条。80。哪个薯条？地瓜薯条。地瓜薯条。好，走吧，那个。我出现了，今天餐点满分100分，给他几分？85。这么高？你就是吃沙拉而已。对啊，沙拉蛮好吃的，没有长老三。退重就退重，爱情都没轮到你了，更何况是疫情。没有长老超三。凯撒辣脆鸡，蛮好吃的。哪有醋啊？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南浦之名的 Reju。